来这边唱给大家听。然后因为棉花糖很久都没有表演，是因为陈胜哲觉得他有更远大的目标要前进，在这前进之前我们必须要沉寂一阵子，但是所以在沉寂这一阵子当中我就非常的无聊，每天都只有过着煮饭给别人吃，然后还有去找怎么样的让自己就是心灵更加的丰富的事情。你们会跟我一样过得一样的生活吗？还是你们都在考试？哇，考试哦，这个我就不羡慕了。你是真的笑吗？我超想知道，好想知道。然后就今天很开心又可以回到校园，然后我觉得应该校园当中有很多是校外人士吧，不是真正的学生。可是我很羡慕，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可以知道，就所有的青春的肉体嘛，可以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些什么，跟你们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在哪里。可是如果你不知道，或者是你有很多的目标在找寻的话，希望你也不要太紧张，因为其实在我22岁的那一年，我根本都不知道自己未来到底要干嘛，我只知道我很喜欢唱歌。所以如果在某一个时间，或者是你正在做的每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会让你感到满足啊，还是有价值感，跟让你觉得你是很开心的，就算它很辛苦还是很累，那个有可能就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有时候你付出的部分跟你得到的收获并不是对等的，可是我觉得怎么样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没有那么大的遗憾，那好像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自己28岁的女人的感想。哦，好老哦。好，接下来现在是不是没有雨了？那我们要不要换掉这一首？因为接下来要唱的这首叫《东京下雨》。哎，这不跟我们是这是台北啊？好，可以吗？东京下雨了，希望你们会喜欢。我一直想要问 PA 大哥，就是这个是可以踩的，我踩上去会被画上黑名单吗？没关系，我有快要50。拍我会有双下巴，可以不要拍。而且我有蛀牙，有没有？拜托，除非你会 Photoshop。嘿，好久不见，我总想起床一点那场冒险。画好的路线。少壮有志愿没有实现，说要一起结伴，可又不够自然，就像你不热饮尝遍过了就容易
谢谢。刚才那一首是冬天下雨的，然后我最近在校园都有一个很爱玩的游戏，就是我最近在玩 NOMO， 然后。